首合唱的歌曲。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现场的每一位粉丝宝宝，感谢你们今天的热情参与，也希望你们在结束今天的纪念会之后呢，能带着幸福和爱回家，好不好？那也再一次感谢乐乐跟凯凯非常用心的准备跟排练，然后每一次呢都能带给我们惊喜和快乐。那最后的时间，乐乐跟凯凯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粉丝宝宝分享的呢？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的粉丝宝宝分享的呢？宝宝们想听什么呢？有什么想听？是有什么想听吗？想听，有什么想听的啊？你们可以大声说出来。总统吗？亲一个，我们亲三个。妈。叫老公，叫老公，我叫老公。这不对，这嗯。丽乐，在不在？叫老公，叫老公。丽乐在不在？叫老公。我们什么时候去？结婚。长白山下雪的时候。好。然后如果再没有就结婚，下我们就会去的。结婚出雪就结婚，下雪的时候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。那所以刚刚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也说，非常希望乐乐跟凯凯在准备他们的排练，在繁忙的工作的时候呢，也能控制时间去休息，对不对？因为身体最重要，我相信我们的粉丝宝宝也希望看见乐乐跟凯凯好好的，所以希望你们今年可以达成你们的延吉之旅，好不好？好。对，然后乐乐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呢？想分享的，手机可不能给你们。澳门挺好玩的，挺好吃的，大家多玩几天，多吃几天，吃开心了，玩开心了，大家开心。这就是乐乐的心愿。其实他之所以做这么多，包括很努力的排练，学习不同的技能，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达成更好的自己，展现在你们面前，然后让你们开心。所以无论用什么方式，只要你们开心，他就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吧？哎，尖叫声呢？怎么又安静了呢？哎呀，这反应多好呀，多好呀！就喜欢这个，是不是？那两位就是可以先移步到我们舞台后方休息一下，过我们稍后的环节去做准备。我们再一次掌声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等着，不是干嘛。